让你们看看兜兜嘴脸上到底有多少粉。兜姐被口红弄坏了啊！小瑞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倒霉！哎呦，
现在没有点正形，天天。一会儿，你别笑，把作业转一下给他吗？要不我过来背你吧？不用不用，你别过去，我连飞过来。你慢点哟。啊。干啥呢？你是？别动啊！哎呀！